学一下，这是他的宗旨。高斯莫雷给党卫军说，这个村庄怎么搞？先村庄，后田庄，先群农，后文化，再塔学。当时有人就问我，搞这个村庄会要搞几久？我说三月来楼，三月扫雨，秋长西瓜皮，那到哪里过哪里。过程虽然辛苦，但老市长呢还是坚持做下去。这座龙虎馆收藏的灯漆都是旧时期的生产工具。